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好，那我要来帮这一只愤怒鸟把它拆开，看它的电池是几号的，因为它已经不会走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那个愤怒鸟的手表，它是直接这样把它挤出来就可以了。好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没有可以固定转的地方，然后应该是用这种撬刀把它撬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把它撬开了。好，所以可以看到它里面连那个 O-ring 都没有，所以它是没办法防水的。好，要把这个电池拿起来。跳转。看一下它的电池。到时候再去外面买这颗电池就可以拿回来换了。上面是写377，然后一个 EOT Plus。好，这到时候再买一样的这个纽扣电池回来换，应该就可以走了。等一下再出去找一下。好，那今天拆解这个愤怒鸟的手表就到这边，来，谢谢收看。